好了，我们的比赛继续，马上呢将为大家带来的仍旧是一场男子77公斤级16斤8的比赛。率先出场是来自于云南圣地综合搏击俱乐部的南方选手白阿拉姆斯，身高173厘米，体重77公斤，年龄27岁， MMA 综合格斗战绩1战1胜。下面我们掌声有请南方选手白阿拉姆斯。他的对手是来自天津万通文武学校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，身高185厘米，体重77公斤，职业生涯战绩7战5胜2负。同时呢，努尔德别克呢还是2016大成武艺中国 MMA 综合格斗职业联赛第一季锦州站男子77公斤级的亚军获得者。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天津万通文武学校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。本场比赛场上裁判高峰。
比赛开始，依旧是一场77公斤级的男子比赛，由蓝方的白阿拉姆斯对阵红方的努尔德别克巴赫提汉。这两个选手在身高方面还是有一点的差距。努尔德别克应该身高更高一些哈，185公分。现在在打一些这个拳脚方面的控制，并不着急。红方选手呢，他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，这是个身高臂长，现在是打阵地战，两人不是特别心急，都在互相试探。好，一个正蹬，看看这蹬，抓住机会非常快啊！我们看来本来是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下，但是他这个转身非常快。抢位置，抢位置，最后争取还是把对方撂倒。现在就想把他摔倒在地。外招，起，别啊！对方呢还是加紧了这个颈部控制。不过这个白俄拉姆斯好像他的这个防守也不错啊。他不给对方距离啊，因为他这个意识非常的清晰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呢，这个各自的这个优势啊，各自的特点，双方都还是预先有了一定的了解。红方选手居于上方，他是使用膝撞拉开距离以后呢，很从容。好，完成这种击胜。努尔德别克一直想骑住蓝方，现在是要把头部进行一些摆脱。裁判一直就在看。因为单臂的这种加控啊，应该是形不成一个最本质的威胁。对。看看怎么才能摆脱、啊。现在是在上方选手还是比较耐心。好。好，有机会。现在呢也是选角度，是给他往这个笼子的绳边上、笼子边上来挤到笼子边子之后，利用这个优势。好，头部现在是有机会摆脱了。好的。因为综合格斗训练啊，它需要技术非常的全面，而且战术意识也非常的强。好，现在居于上方以后，这机会就来了。好的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努尔德贝克，看看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。他刚才是比较耐心。好，裁判也提示啊，不要抓笼子。因为抓笼子以后呢，是自己这个平衡啊，就会比较有把握，这样击打就比较从容。好，努尔德别克先试图用这个肘啊，近距离嘛，把这个对方的头，远了是腿法，近了呢就是拳法，在贴身以后呢，就是可以使用肘法和膝法。整个的场上的态势啊，对于下面的这个蓝方选手呢，还是非常不利的。蓝方不过也贴得很近啊，给你这个拳使不出劲儿来。但是呢，白白我们看到上方选手呢打得非常耐心，有点反复的击打，有点支持不住了，而且他一边的有点支持不住了，看裁判的这个脸色。还是红方努尔德贝克更技高一筹，还心有不甘，也非常兴奋，坐在笼子上了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本场男子77公斤级16斤8比赛的最终结果为，来自天津万通文武学校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 TKO 获胜。